什么眨眼神呐、是不是你小子放的呀？我放啥呀？我牌子在里，我怎么放嘛？我放了是不是少了嘛？有那么少吗？哎，这张牌不是打过的吗？啥时候打的？你打的呀？上一个。上一个可以了吧？哎，那我不是刚开了吗？刚牌摸后面，你压牌往中间抓呀、杠牌摸后面，杠一个，暗杠，嘿嘿，十八罗汉挡不了了吧？摸牌要抓后面，懂不懂？还抓后面？那你抓这个不是直播了，你要抓后面呀？别，照样杠开，哼！我干啥呀？你这杠的啥呀？搬出来！我这九桶啊。一桶啊，还有这个啥呀？哎，有问题吗？